搬椅子、贴海报，慈济志工把公园里运动的居民聚拢在一块。晨光时间哈，啊来大家来家哈，来关心环境哈环保的问题。农历七月破迷信转正念，环保落实生活，开水龙头也大有学问。来尊贵哈，存这个筷子，安尼会出息哈。其实没谁是的，如果你大于这一根筷子，那你就在浪费香。垃圾变黄金，黄金变爱心，爱心变清流，清流绕地球。地球太热了啦，生病了啦。那个那北极的那个冰都一直融化，那个水都长高了啦。我们今天来学习乐龄娃娃、袜子娃娃，可爱吗？卡哇伊哟！慈济志工利用厂商捐出的 NG 袜，教导社区民众制作袜子娃娃，赋予废弃物新生命，也如同农历七月用新眼光看待。普度呢，就是你可以时时用普遍的爱心去广度众生，那你时时心存善念，然后欢喜心，你就心中会无惧。一点小改变，一些正思维，吉祥欢喜不远求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。